超跑云集原始滩车展，车王之王 Bugatti Devo 轰动亮相。原始滩车展本周在美国加州举行，这原本是古董车坛的年度大事，今年为了拉拢高级车的新车客群，许多超跑厂商纷纷加入参展。今年苹果也到了原始滩当地，直击这场豪华名车云集的超级盛会。2018原始滩车展的最大亮点就是号称车王之王的 Bugatti Devo， 全新车种惊艳全场。它算是先前轰动台湾的 Bugatti Chiron 强化版，车身更轻，操控性更强，外形也凶悍许多。全球限量只有40台，原厂报价500万欧元，相当于1亿8000万台币。不过现在就算你有这么多钱也买不到了，据说早已被顶光光。而这台新款的法拉利敞篷跑车488 Pistar Spider 是法拉利这回主打历代敞篷车系当中最受瞩目的一台，搭载法拉利史上最强劲的 V8 双涡轮增压引擎，最大马力高达720匹，预计明年会有代理商引进台湾。另外也不能漏掉超跑界的霸主之一兰宝坚尼，这回也在原始滩展出新科纽柏林单圈最速王 Aventador SVJ， 他在纽柏林创下6分44秒97的记录，是有史以来最强悍的大牛超跑，采用新一代 ALA 主动空力系统，极速下压高达490公斤，也有机会导入台湾，只是时辰未定。另外宾士也推出了最新的银箭号概念车款，外形惊奇，噱头十足，宛如走进未来世界。不感动新闻，边看边流口水。报道。